拿一下口红，我先拿一下口红，等一下哦，大家会看到一片白光。哦，好像没有很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先拿一下口红。我已经开播了。谢袁公公的一封信，谢谢。谢谢红爱的谢幸运草。
谢 Sega 的梦幻水晶鞋，谢 Sega， 谢谢。袖だけが覚
现在算秋天吧，是没错啦，但只要一下雨我就觉得是冬天。但其实我觉得冬天跟秋天应该穿的不会差多。谢谢 Rain 的幸福摩天轮，谢谢。改天吧，什么吧，加速。那有什么要注意天气？当然，大家也是。这没什么。棉被该拿出来。谢谢 Akira 的浪漫相机，谢谢。冷觉还好，但是下雨，对啊，下雨就是下雨是什么？下雨是怎样？下雨就是。哈哈很会，有经验了啦。切多吃一点粉。某某呢？他今天吃多。为什么要日文？谢谢。熊熊心的送，谢谢。现在太慵懒了，因为我刚睡醒啊，真的是不要逼我。我刚睡醒，我真的是没听到闹钟哎，我其实要开播的时间我才起床，然后是我妈回来叫我才起床，而且我想说应该还没到闹钟吧，因为我根本没听到闹钟，然后结果闹钟已经响完超过15分钟，哎，我睡，你们逼人哎。请不要这样好吗？真的很累。木马美教师是现在去上学？应该是不会，但是可能这是会到吃。10点还是9点才会再起来，对吧？如果没人叫我，真的是不行。要上学也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会不会？这样有嗨吗？谢谢哦。大家可以公演的时候这样。本来想说录一下，然后就跟医生，很正常吧？好像蛮正常。我之前也会这样，而且我之前有一阵子是，就是有一种，就是有点日夜颠倒的，就是也没有日夜颠倒，就是都是早上才开始做，就是要做，就是很早起，就可能回家就先睡，然后睡到可能。3、4点，然后再起来做功课，然后梳洗之类的。但那样也是很累，所以其实没什么差。都没什么差，一样都很累。
算比较高嘛，并不会哦。大家都是只会更想睡觉而已，而且心情很差，因为你晚上会觉得是该睡觉的时间，但是你没有在睡觉，然后你就会效率很差。我自己也，我自己效率很差。我听说有些人早上读书效率比较好，可能那些人就是适合早起的体质。有体质是适合晚起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不是晚起啊，晚睡。截止之前的半夜效率最高 ，Of course。拖延症的患者，拖延症患者。大家赶快去买握手会，赶快去填我的握手券。目标是音乐有点大声，又哭又哭。他直接宕机，没有办法调声音哈。夜晚没有底子，夜晚哦，晚睡没有底，大家都会啊。没有，有些人就是有晚睡的体质，就是真的有研究，不是说不是在跟他胡乱。对，早起是很痛苦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的早起，对我来说都一样痛苦，没有差别。没有睡饱就是没有差别，不是自然醒都没有差别。睡饱没有差别啦，对啊。谢谢酷酷猫的月赛选票，谢谢。还是今天要请假？我今天早上才这样想，但我还是认命起床了。没错。有些人需要睡眠时间比较短，好羡慕啊。那我就不是这种人，真的不是欸，我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没有想情的吧、啊、公司不能，不太能接受别人的请假。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是那种真的很不舒服才可以请假，对不对？跟学校很像。不上班就没钱买握手，那大家还是乖乖去上班好了。大家还是乖乖去上班好了，大家多去上班一点。每天都很不舒服，我懂。等一下，身为一个正能量偶像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相信大家还是觉得我很正能量，对吧？相信我是正能量偶像啊！相信大家也知道我是正能量偶像了。来握手会就知道了，大家多工作一点，多买一点握手券。很正，瞬间感受到现实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现实偶像。笑点在哪？上班吗？笑点在我自己啊，不懂就不懂没有关系，不是每个人都会 get 到我的笑点。现实的正能量偶像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好像蛮你也出不了国啊，对耶，啊，好难过，没有办法看到想见我的大家，我眼睛上面有东西，哦。看着哈哈就好，没错。谢谢傅伟的香槟，谢谢，谢谢傅伟，谢谢吉米哥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吉米哥，谢谢。今天弹琴反面想听一下要弹回回，想听一下模拟考，好惨啊，好惨哦，要招人也想拿的，没错没错，
今天可以去苗栗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对了，我是现实的正能量。可以去苗栗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的确也是你上班动力的来源，大家加油。加油！上课加油！上课加油！对，也出不了国。好，好口水。啊！你不要引战，我是正能量偶像。你不要引战。不要引战呢！不要引战！不要引战呢！好好笑！然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在台北可以算出国吗？好像想回国了。等一下一小时，一小时后那就慢慢来就好了，跟没关系好不好？都已经迟到了，大家知道吗？迟到了就是没差好不好？迟到了就不用再赶了。除非迟到后面什么还算旷课，那个就还算要赶一下。但迟到了其实就迟到了，所以就是其实快快走跟慢慢走是没什么关系。所以大家如果迟到的话，放轻松，因为已经迟到了，时间已经过了，回不去了。我天哪！我天哪！可以回去台北国了。迟到直接对啊，直接放一天假，大家。他是要苗栗要出境，要出境的样子。顺便找餐厅那样的、啊，好有道理哦。没错，公司迟到就要请补休，所以都会优先至少到九点来进公司。对啊，迟到就慢慢来啦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，你没有办法倒退时间。迟到就慢慢来，迟到就慢慢来 ，OK。谢谢文高黎，谢谢，感谢。今天没有要煮饭了，这脸是什么意思？看我心情啊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应该会吧，但想说我可以继续聊，继续聊。我是需要开机的，宝宝，我刚睡醒啊，大家，我刚睡醒。大家抱歉，我刚睡醒，让我开机一下。请假是半小时为单位，所以迟到也是要精算。哇，那是蛮麻烦的耶，好麻烦。对，我还没醒啊，应该是我还没醒。不要在那边找借口。什么粘土发炎什么意思？哦，哦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啦？什么意思？超级不理解这个梗。我知道那个粘土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意思。坏坏，好久没有被派杂讯了耶，真的。再几分钟，我可能就醒。谢谢坏坏的派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但我真的不懂，我知道那是粘土啊，但我真的不懂。看起来没有洗，对啊，可能要真的拍我才会洗。就粘土，哦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啊，我懂了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 ，OK，OK，OK。对啊，把我天要亮灯，我就会醒，我直接大醒。
我觉得大型我直接哭出来，没有，可能要两波还是我才哭出来，但我真的会很开心啊，嗯，是，不要把昨天都退回怀怀啊，大家不是都是我的粉丝吗？这样很受伤哎，这样子很受伤哎。真的很受伤哎，鼻酸了大家。没有，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……哦天啊！等一下，怎么太突然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来哭了，我不喜欢哭来。对，等一下，太突然了吧？太突然了吧？剩下的时间就想跟大家一起能快乐啊，这时候讲状况就不对了，就是不留遗憾的，不后悔的度过之后的事情嘛。如果没有完之后，还是会蛮难过，我也会很懊恼，但是。这是不是我去看大家的意愿 ？OK， 没事。可以稍微相信大家吗？我真的是，等一下，我又因为这句话哭了。很努力在相信大家，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
大家相信我，我已经，我觉得我很值得让大家相信啊。希望大家，我很多努力在相信大家，对，相信大家，相信大家，相信大家。哈哈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。谢谢酷酷猫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酷炫礼物，谢谢你。大家相信我，我也相信大家，不用道歉，这不是坏事啊。没有，你又没有说什么让人想哭了，不是让人不悦的话，没有，你没有说让人不悦的话。相信大家，那我相信大家，我相信大家，我说出来就是真的相信大家了。我不是说出来还不相信的人，我就是想，我这人就是比较耿直一点，非常耿直，耿直 girl。哎，大家知道那个猪猪叫我耿直 girl 吗？那我相信大家喽，打勾勾。好，我们来放肉修行好了，放肉修行会比较好一点。大家不知道猪猪叫我耿直 girl 对不对？猪猪叫我耿直 girl， 他从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叫我耿直 girl。他算是一个小，怎么讲？算是一个，这大家不知道吗？我记得我有讲过哎。嗯。好坏这时候就不对了，你要说相信，相信我就对了，这样才对，还挺贴切的。对啊，好坏这时候说这种就不对了，耿直哥不是，是 girl。 不是可爱跟宝宝系列的名称。对啊，因为我不是他的宝宝，没有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他的中宝贝吗？忘记了，再道歉。对啊，相信大家喽，相信大家，大家都说要相信大家的话，我就相信大家喽。等大家这句话等很久了，等大家这句话等很久啦。相信大家喽，猪猪不是都比较夸大吗？你说耿直 girl 吗？还好吧，猪猪还好吧？什么意思？嗡嗡要比浮夸程度好，我觉得嗡嗡嗡嗡比较浮夸。那我们来听一下 Rumor， 好，我们来听一下 Rumor 好了。哇，已经超出常人了，这是称赞吗？祖祖不要脸，我现在都很怀疑你真的很讨厌祖祖联播哎，我真的觉得好笑。还好吧。还好吧，真的还好吧，真的还好啦。那我真的是忘记了，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等一下，怎么不知道这个？搞笑，搞笑呢，搞笑呢，搞笑呢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但应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没错 ，radio 要联播吗？
猪猪吗？其实我今天有在想，要不要找现在有在播的大家，然后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第一印象，对我的第一印象。但是我这样查另外一个，我可以开到九点，真的是先不要。我还有一个小时又25分钟，对。真的没有，但我觉得其实我差不多会看到九点，因为晚开播。你可以接受一起直播，对啊，差不多，差可能5分钟。可是也要现在有人在开播啊，现在有人在开播吗？欸，要怎么联播？哦，联播好友。李梦纯，现在只有摸摸，等等有布丁哈，稳是什么意思？是骚扰还是什么？你说面面啊？面面今天开播是不是？哦，好啊，随便去别人，还是我先连摸摸摸好了，不然会不会吓到？不然会不会拒绝我？连播网络不好。一下下而已啊，欸，我试试看，第一次连播。不知道李梦会不会吓到，还是他拒绝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他拒绝我了啦，李梦拒绝我了啦，没关系，不意外。李梦可能是想要播他自己，可能觉得连播不好，李梦不会很确定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真的没关系，不意外。是有多爱哭？你们是有多爱哭？玻璃心啊！他被暂缓了 ，OK， 跟他说没关系，我爱他。跟他说没关系，我爱他。那我们等一下来问，他说不行，是他不行还是姐姐说不行？是他不行还是姐姐说不行？其实我对联播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太有研究，因为姐姐说，哦，是他不行吗？如果我也不行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好像就是我不常联播。OK， 你专门回上啊，真的是玻璃回收员。我不知道，那我们来煮饭好了。我们来煮饭好了，但其实好像也不用煮什么，给大家看为什么说不用煮什么好不好？因为其实真的不用煮什么。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煮水，要煮汤，因为我现在要来煮一个泡菜汤。但是我说不用煮什么原因是，等一下哦，就是。我料已经在这里哦，是马铃薯啦，我要加马铃薯，反正你们也吃不到。等一下，然后这边有一颗蛋，怎么感觉还在泡菜？对啊，因为很方便吧。然后像是都已经切好了，我都不一一拿给大家看，就是我其实只要去煮水，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。你知道我们要煮饭的现场，那是什么蛋呢？就是对，只要丢进去的一个步骤，煮水煮熟丢进去 ，OK， 没事，这样子。好饿，好饿。泡汤怎么简单？对啊，里面煮煮啦，没有，可能就是真的很专业的。哎呦，等一下喽，哈，好，就是久违的 ，Hello 大家，真好久不见，这个掌控真的是非常久不见了，哈哈。好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要干嘛。
角度比较好看吗？是光的问题吗？害怕用火眼睛。切好是妈妈切的，讲废话啊、嗯！不是，就是我，因为我不敢自己，我敢切，但我不敢削东西，因为，哦，天哪，豆腐真的很好看哎，啊、嗯，不是重点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削，大概小学的时候吧，然后在阿嬷家，然后阿嬷就问我，我不知道是怎样，是我要帮忙还是怎样，然后就削红萝卜。然后我就拿那小皮刀，然后我就很怕嘛，其实也没有很怕，我不知道到底刀是怎样，然后我就削，削了一块有齿状，就是那个削皮刀的那个形状，大概这样子的一，其实没有很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样，反正就是有一块肉被削起来。然后我就从此再也不敢用削皮刀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用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用，所以我苹果可能长大以后都会吃就是带皮的这样。要煮几人份？如果自己吃要小锅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怕食材放不进去，所以我才用大锅。好久不见的厨房，对啊，产生音了，没错，我那真的是吓到哎、欸，刚睡醒还是别切，对吧？哎，布丁还不，等一下，等我煮完，等我煮完，不是用天然气吗？什么气？是瓦斯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因为呢，我们家这个这一台那一台晚上有点小 trouble， 就是他自己压的话是转不开的。
我记得我前阵子不知道跟谁聊天的时候，然后来跟我分享美食，其实也没有多好吃，就是家常菜。你也笑过，不过你是幼稚园，好吃的光明会怎样啊？等一下，说的光明太扯了吧？啊，你有受伤吗？我想到了，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大家肚子抽筋吗？终于我也肚子抽筋了欸，啊，等一下水管了。就是呢，哎呦，一撞到，哎，这样子，好乖好乖。啊，好烫！哎，大家是看不到我啊？大家怎么会看不到我嘞？这样子，这样子就看到我了。等一下啊，水太大了，有个笨。我洗个手啊。马铃薯的叫声。马铃薯的叫声。恭喜恭喜什么？你说我抽筋吗？抽筋有什么好值得恭喜的？傻眼欸！大家有什么大问题？妈妈是说把马铃薯煮熟，马铃薯怎样才会熟啊？反正就先这样吧。好，我们继续。马铃薯垫垫，笑死！好，坏了。我刚讲哪里哦？肚子抽筋。那我要说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不是欸，我跟大家说我在看《奇木难求》吗？我跟大家说吗？就是反正我前阵子在看《奇木难求》，我已经看完了。是怎样？然后因为其实花枝不是一个常看动漫的，但他也是会看，就是不像我那么疯。就不是什么都看，然后，可是我觉得花枝会喜欢奇木男雄，所以我就推荐给他。对，然后他最近看，然后他大家有看奇木男雄？大家知道我在说哪一部吗？就是那个粉红色头发、绿色眼镜、戴眼镜，然后就是有两根天线的那个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奇木男雄吗？大家应该不会不知道吧？那部应该不算冷门吧？那部算是不错。对，哈，大家真的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好扯，好扯。我最近很喜欢用扯，好用，但是没看过，还没看过，只看过真人版。反正就是那个，对，大家到底讲什么？还蛮好看的，对吧？很好看，就是很废，超好笑，超好笑。只有看漫画，你要是看动漫，动漫就好看，超好笑，超可爱的。他就反正就是在讲一个超能力者，然后他那个超能力者就是真的很厉害的超能力者，就是没有说什么，就那个超能力者是，那超能力者是就是万能，就是不像，就是大概跟一拳超人里面的主角有得比的那种。就是一样厉害，然后他就是要装作正常的生活这样，大纲是这样，对对对，哦，特异功能啊，不是那部就不是那种的，那部是好看，不是好，就是没有那种特异功能的，别的那个，好难讲，反正那部就是很轻松，很好看，会有蛮有能量的，没有就是。看他们耍笨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就会轻松一点的感觉，对对对。没有战斗画面，他就是一个日常番，他就在讲，因为奇木男雄是一个学生，所以就是，奇木男雄是一个学生，对，就是他要在，但他的朋友都不是正常人，
就是很少吧，他也没有很多战斗画面，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搞笑的番，轻松有趣的那种。对，偶尔会打架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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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就推荐给花枝，然后花枝就开始看，然后他原本喜欢那个有三个比较主要的角色，一个就是齐木楠雄，然后他是粉红色头发的。齐木楠雄是我最喜欢这一部里面最喜欢的角色，但我其实看动漫很少喜欢主角，所以齐木楠雄还算蛮特别。但是我就是因为齐木楠雄真的是在那一部里面真的是很厉害，所以就是蛮喜欢他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朋友是海藤顺，然后那个海藤顺就是纯粹中二病的软脚虾，超好笑。他是善良的软脚虾，对，中二病的善良软脚虾这样。就是超级中二病，对。然后第三个是燃糖，然后他就是那种很就是纯粹怪人，就是很厉害的笨蛋，就是体格很怎么讲，运动神经很好的笨蛋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子这样讲对对，运动神经很好的笨蛋。然后反正就是主要的角色。我不是都喜欢中二角色，才没有嘞！李维呢很中二啊，屁股下巴，对，很好笑啊。对，屁股下巴，我有一点点呢，因为我爸爸也是屁股下巴，遗传的爸爸，好像看不太出来。然后，这样马铃薯熟了吗？我讲多久了？好，反正就是我介绍花枝看，然后花枝一开始是喜欢海豚顺。就是那个中二病的角色，他就是很好笑，他就是会，他会在他的右手缠绷带去学校每天，然后就是会说什么黑暗在临，然后就是自己会说什么，就是有黑暗在临是一个组织，然后那个组织要来毁坏世界了，然后什么握手会，不是啊，我要讲什么握手会什么啦。太迫切，想要墨守会卖完了，今天讲墨守会怎样？干嘛？你装熟一下，我又不是肉才会装熟，好不好？肉都给我装熟，生肉啊！大家去烤肉的时候，不是很常会吃到不熟的肉吗？那個、肉都会装熟啊，然后吃到就会很气耶、欸。那个烤肉店的肉，刚才意识到有一个团员的。错号，不是那肉，烤肉店的肉好不好？不要挑拨离间，恶劣恶劣啊！但大家什么都还没说，好看一下手，怎么可以装手？太坏了！鸡肉是很难熟的，鸡肉也不难熟。哦，好像可以了，好像还行哦。然后放泡菜。太大锅了，出事啊！没关系，不重要。真的太大锅了，那样呢？大家看得出来它看起来很大锅吗？大家看出来吗？我觉得有点微恐怖。
是全家的份吗？好像是哦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是我妈备料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很。等一下，有音乐。这首很好听，这首红吧，大家都知道这首。快醒咯，有着落了。后面那个是红萝卜玩偶吗？哪一个？是红萝卜的刷，我给大家看。是红萝卜的刷蔬果。等一下，它在滴水，我赶快把它放回去。很辣吗？不会，就那个还好。每次烤要判断鸡肉有没有熟，真的蛮困扰，对吧？红曲肉真的怎么烤都不知道熟了没？啊，我没有很喜欢红曲，我觉得红曲就是有一种红曲味。讲废话，感觉大家可以整一个瑞婷废话的合集，感觉蛮好笑的。好，肉跟你装熟，蛤蟆搞自闭。那你很会讲话，真的，你很会造句，不是讲话，你很会造句。老师考的也都不少，笑死。那我再仔细看看。反正我刚讲一半，就是。然后就是有一个角色是海豚色，然后他就是很忠诶，他就是会缠绷带，然后说他右手封印的力量之类的，就是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忠了。然后同学是有点久了，我不知道诶。然后他会说什么黑暗在临这个组织要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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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就是各种忠恶发言就对了。然后我原本就是我对那个角色也没有，就是我对其他角色也没有没什么特别喜欢或讨厌的角色。然后我介绍给花枝看之后，花枝就喜欢海豚顺那个角色。然后呢，海豚顺出场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中二的背景音乐吗？就是哎，稍微要听，不知道 YT 有没有。哎呦喂，海豚顺 BG 耶，热血班长，等一下，这首歌很好听耶，舍不得切掉，好，应该差不多，我们先切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哎。大家有听过吗？我又给大家听一次，就是他出场，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就会播这个音乐。对，然后这就是他的绷带右手 ，Dark Union， 大家听到吗？绷带右手，这样 ，OK。
有鬼！大家有听到吗？就是那个刚刚那个音，刚刚那个音乐，这代币超帅的，中二病。然后呢？我还没讲了，为什么会说到肚子抽筋？是因为花枝不是喜欢那个角色吗？然后我跟花枝出去的时候，花枝就放那个 BGM 给我听，我说哈，然后他就说哦，我录下来了，哦，我存下来了，我截下来了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很荒唐，我已经开始笑了。然后他就边按那个音乐，然后这样边走过来，超好笑。然后我就笑到肚子抽筋在路上。然后这也是他还走掉，然后我就说等一下，我肚子抽筋啊。这就是我笑到肚子抽筋的故事，很白痴吧？因为是源于花枝太耍笨了，大家有听懂吗？就是花枝就播那个海豚顺的中二主题曲，然后那样走出来，超好笑 ，OK。肚子抽筋真的蛮痛的，对啊，我第一次体验到，但希望大家有肚子，就是各部位抽筋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吧。现在哪一年？现在想超好笑的，最后不然怎么会笑到肚子抽筋？我还录下来，好好笑。好期待哦！大家选我自己的主题曲，哎，好期待哦，好棒哦，很棒很棒，大家很棒。啊，这我们把肚子没有，都我在录它。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开心读书，滚了耶！我打蛋，等一下。旁边的儿子列怎么都中二，好棒哦！实在是要自己唱的，大家应该会害羞吧？大家应该做不到吧？大家应该会害羞吧？我自己想想，我也做不到。要我去我偶像的我见面会，我说我会，然后我还要自己唱歌，他觉得是什么怪粉丝之类的。真是不要闹哎！我没有那么多音乐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刚刚讲一半，然后花枝就我们那时候去读书，然后花枝读完了，他就先读完，然后他又在旁边开始练结印哎！我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。他真的就开始练结印哎，没有在跟他开玩笑。没有跟大家开玩笑的、啊，花枝就超怪的、啊，他就是开始练结这样子。我还记得什么结印吗？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这个。然后记得，不记得，我记得这个，其他我不记得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样，这样。
都好像里面，我没有在外面读书的场合练习接应 ，OK。好，我把那个汤弄一下。应该可以了。哇，虽然我觉得应该会太大。好。还比个爱心的结印，那真的有那个结印吗？真的不要闹哎、欸！真的有那个结印的数吗？哎、欸，新转新式就是啊，新转新式吗？可恶，没掉到，我找不到碗。新转星是不是有星啊？好像有哦，因为是新转星，大家知道新转星吗？是 Eno 的招。大家知道 Eno 是谁吗？我在装汤，我没有办法很专注，不然我泡汤了我不行。还以为你接了比个爱心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先整理一下外面的桌，因为外面的东西很多。等一下哦，没事，我已经装完了，没事没事。好哦，那我们大幅移动一下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一闪一闪亮晶晶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哦。差点就要把手机扯掉，真的是有点恐怖，非常的。哎、欸，大家看到我一点点而已，移动到我的心吗？是有多喜欢心？心转心，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。等一下，哦，霹雳闪，好了，大家好。啊，哎呦，我写错了。Hello， 但我还没移完，先给大家看。我擦个屁眼！啊，好亮！好，他的东西啊，是说我找到写真了耶，之前的是写真。等一下，大家都移了我的汤。完蛋了，我的汤一定没味道。纸币买好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好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我们先去找布丁联播好了，希望他不会拒绝我。布丁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好，万一拒绝我会传讯息问他哦，为什么要拒绝我？哎、欸，子萱也在，子萱也在，涵也在。好，等一下都问一下。
等一下我要关灯。哎呀，我有吗 ？Hello， 嗨。哎，我要问，怎么突然？啊？我要问你，我对你要问我第一印象什么？对你的第一印象，你现在在玩游戏吗？没有，就是没话题。傻眼。可以。我想说，卢瑞婷邀请我联播，我要按确定吗？你敢不按确定吗？对，我不敢，是我按了、啊。笑死，我就不敢、啊。对你的第一印象哦，所以你现在是在访问每个人吗？嗯。哦，对卢瑞婷的第一印象，我们第一次见。是那个吗？路跑哦，好像是关注路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欸、对啊。然后你是不记得我也在路跑是吗？Hello，Hello， 对不起。就那时候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小小只的啊，然后很可爱这样、嗯，然后就明明跟我同岁，但是感觉比我还要年纪还要小，我就突然觉得哦，自己好老哦，怎么是这样？不要越官方。反正就是觉得哦，小萝莉的感觉。但我们那时候，嗯、嘿你说、啊，我说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交集之类的。对啊，我们是到乌吼的时候才有交集。乌吼，对，乌吼，很妙，四单之后很妙。原本就是朋友，但四单之后就变好朋友这样。哇，变深入的好朋友了。没错，超好笑，傻眼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。9:30、哦、啊你最后一次直播什么时候？不是最后一次、啊、就是那个庭前。对啊，最后一次。对啊、什么10月31啊。哦。压线。万圣节。然后你要对啊。你有去看。哎你为什么没有要来看呢？为什么不来看呢？我带慰劳品去给在活暂停读书的你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有吗？哦有 ，OK， 这样比较朋友吧。什么？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我想一下，可没有印象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人是谁？没有，只是哎、欸，可是我真的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。不是，我真的忘记耶。好过分，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。你不要这样搞得我好像很坏、欸。没有，我说我本来就不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，这样不会给人特别印象。很多啊，对啊，人很多。然后我只记得我被林杰头发甩到，然后其他我都不记得。原来是记忆都放在这里了。对啊，关渡宫是路跑不是吗？对啊。嗯，那什么时候？我想一下，我对你有印象的时候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就是很喜欢布丁狗这样，好废！哇，很棒！哇，你还记得我喜欢布丁狗，真是太厉害了！等一下，你还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次，就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最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你好像生日，然后我就送了一个布丁狗镜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有，我记得。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谢喽！哇，你人真好，好开吧？有啊，记得你送过我一个布丁狗的镜子，对，小刚好在我家，然后我就想着，然后哎、欸，是我妈说你今天生日，然后我就说，嗯，他今天生日吗？那这边先谢过瑞婷吗？先谢过瑞婷吧。笑死，原来是瑞婷妈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对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没有问题，很感动，我现在还留着。真的吗？好开心哦！当然、啊，不然丢掉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笑死！哎、欸，那你10月31有要装扮吗？我还没想好我要装扮什么，你要扮什么呢？我应该没有要扮什么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有推荐我扮什么吗？你有点子吗？你之前有扮过小丑女吗？嗯，我其实没有扮过什么特定，我穿的比较是化的万圣节妆，但没有扮过特定的。嗯，我想一下，白雪公主很适合你啊。
哈，白雪公主是在嫌弃什么？不够白。我觉得白雪公主不够白，不够白。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很白啊。哦，好，我灯光啦。我列入考虑，我列入考虑。没事，灯光的话，王一家灯光比你还厉害。王一家他比我们俩看直播的，我可能要去。我可能要去买一个补光灯。啊，那我再帮你采个，不行，你不采纳白雪公主的意见，我要采，我要让你采纳我的意见。我没有不采纳，我只是纳入考虑而已。嗯、考虑，听起来就是不会有啊。因为我想说，可能要比较万圣一点哦，比较可怕一点。嗯。好难哦，无脸男。我今天特别白。无脸男还蛮……我觉得很可怕，我没有这个意愿。好可怕哦！还是你就扮……好，我考虑一下好吗？啊、你头发那么长，扮小丑女、啊。小丑女。对啊。我其实我也蛮喜欢小丑女，我觉得她超正的。对啊。好，好哎、欸，我接受你这个提议。我接受你这个提议。嗯，好厉害！哎，那现在今天几号？今天二十。哎，今天二十了吗？今天二十二十，二十一，二十一了，二十一了。哎，那下礼拜就是你最后一次哦。下次。对。啊，大家好好珍惜。对。欧宁，停活动。好好珍惜我。哎，我看宣传一下我的握手会。什么什么留言？当然欢迎请。那 我这边目前没有握手会可以宣传。哎、欸，很好，好吧，帮你为你感到开心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恭喜你。好，如果大家也可以填一下我们瑞婷可爱瑞婷的握手券。你要扮什么特别？你要穿什么特别服装？其实我想要戴猫耳、欸，哎，玩兽的话有吗？有吸引哦，猫耳就是真的猫耳，有蛮可爱的那种猫耳哦、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吸引到吗？有，大家有被吸引到吗？我还没有跟我的有有粉丝，真的假的？你偷偷跟我讲，偷爆雷这样？没有，因为我怕没有吸引到大家，但我觉得还蛮有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 OK 啊。那我玩兽、握手会卖完的话，就带一个毛茸茸的猫，给大家选颜色好了，给大家选要白色还是黑色 ？OK。哦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点子不错哦，谢谢。那你有吗？好，大家如果想要看猫耳瑞婷的话，欢迎填瑞婷的握手会，就可以看到猫耳瑞婷。你有吗？那你有想要，你有要办什么？我现在就是正在讨论，现在正在讨论。Oh, 好好好，那不谈你们讨论了，我去找子萱。好的，好好。可是我好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要去找子萱。你要去找子萱？OK。有时候你先去啊，我晚一点再去找他。OK OK， 那我先去。拜拜拜拜。可是我不会挂、欸，怎么挂？你会挂吗？我哦，这样吗？对，这样 OK， 好了，拜拜。泳装那个猫手姿势很可爱。刚刚有说什么吗？对，我刚才跟大家说，就是我握手会玩手的话，会戴毛茸茸的那种猫耳发夹。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可以选要白色还是黑色，再开投票给大家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吧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试猫耳的猫耳给大家看，不是啊，就是怎么讲？因为我觉得猫耳很可爱，就是我偶像戴猫耳的话，我也觉得很可爱，所以我一直还蛮想戴戴看猫耳的。刚好有握手会嘛，握手会完事的话就戴猫耳给大家看好吗？好，我要去找子萱了，大家应该都有听到了吧？黄子萱，希望黄子萱不要那个哎、欸。Hello， 你今天播几点啊？我今天播到9:30。九点半。你呢？我今天播到九。九、啊，差不多九点。九点，你是几点开始？我应该是6:30开始，但我睡太晚，然后我就变成6:50开始。我要问你，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啊？啥？什么？哈？
啊，我以为你是来聊天的，结果是来问问题。也可以聊天啊，先问一下嘛。第一印象哦，我想一下。第一印象哦，有，我想到了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嗯，是之前的，就是在一个就很大的那个练习室嘛。嗯，你就跳舞跳得很厉害，然后还被特别抓去旁边跑跳跳舞。哦，对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我对你，哦，印象好厉害。那个我都快忘记了，好感动。跳舞就是跳得比较还好，没有，然后你就跳得也很好，好不好？嗯嗯嗯，这就是第一印象。那你啊，说对我的第一印象。哇，好难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，嗯，我想一下从哪里开始，慢慢想。可是我对你的印象就是那种，就是白净净白 T， 不知道怎么会有白 T。你之前是不是用白 T 当你的 slogan？ 对对对，对吧？没错，我还记得，害了，对，好白 T。对，以前是什么白，就是因为之前不是嗯担当了，嗯，我就想不到担当。对耶，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担当。我之前你我是什么，我也忘记我讲什么，我只记得好像是妹妹担当。对，妹妹好像就很适合。对啊，我就忘记我是什么。白 T 担当真的是很酷炫的一个东西耶，对，因为找没有人当，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很爱穿。对啊，就什么都什么，很方便啊，不用想。对啊，我真的是以前白 T 的，就是嗯，白 T， 然后15岁，然后笑容甜甜的，这样差不多，甜美甜美甜美的感觉。对，让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清清甜美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是比较怎么讲，比较多变吗？还是比较成熟？的甜妹，这样长大了，长大了。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，我喜欢你现在这样。真的吗？嗯，哎，我也这样。你现在这样很适合你啊。你说成熟的甜妹，对，成熟的甜妹，继续往这个路线发展。你刚刚有，我刚刚先跟布丁播。那他说什么第一天？他说是，哎，你知道有路跑活动吗？之前哦，知道知道知道。那个时候，他说那时候看到我，然后觉得我好像很小，但我跟他明明同岁，他觉得我看起来像小萝莉之类的，这样。小萝莉，嗯，但我那时候真的很小朋友，那时候就是绑双马尾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，我有印象，双马尾。我一开始就是都绑双马尾。我从来都没有绑双马尾。有吧？没有吧？真的假的？你没有绑过？没有吧？那你现在抓可以吗？不行，好，没关系。再想要。OK OK， 没关系没关系。但我好像真的没有看过你绑高双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最就是低这样子，啊，低的。你不喜欢高双的人？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我的脸不是。不会啊，感觉应该也蛮可爱的，还是比较适合你。我比较不适合，但我也很久没有绑高双了，我现在也没有很喜欢绑高双。长大了，大家都叛逆期，成熟的甜妹，大家都叛逆期，大家都不想绑高双马尾。没有，可是我从以前就没有，好久，我好像国小吧，就是没有自己主见的时候，就是妈妈会绑，嗯，但是。就开始爱漂亮，就不怎么绑。我小时候真的都是妈妈绑诶，双马尾。对，我也是。可是以前绑都是马。对，可是以前绑的不是这种很侧的，就是那种很小朋友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小孩嘛。我小时候也很小的时候就很常绑双马尾，而且发饰也都是那种，就是一个圆圈圈，就是很大浮夸那种，妹妹喜欢。还有。我以前也常用。对啊，好怀念哦。哎，欸，你等一下要跟布丁播，对不对？布丁说的。没有啊，真的吗？他说。啊，好笑。好，我先提前通知你。他说我先来，等一下他再过来。
OK， 那我去找涵涵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不会关，你要关。我也不会关。对，我看一下怎么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真的不会关哎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会吗？邀请。等一下。哎，我还会突然。再见。好，先跟你说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去找涵涵。涵涵，涵涵，涵涵，不知道涵涵会不会拒绝我？涵涵拒绝我的那个比较高。涵涵拒绝我，我会传讯息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”还是要等到我？他等到时间过是不是？李彩杰。他于是未回应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要找主持人之前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找涵涵。等一下，哦，他在跟其他人联播 ，OK OK。涵涵在跟其他人联播，没有办法，那我等一下。涵涵在跟谁联播啊？哎，好像可以问一下祖祖哎。涵涵在跟谁联播？等一下，涵涵在跟谁联播？那我们找要祖祖哦。等一下，大家，我要找祖祖了。虽然我不知道祖祖还是祖，其实在跟他联播。我先找一下祖祖。Hello， 你吓到？有什么好吓到的啦？Hello， 瑞婷前辈。Hello， 被骂掉。哇，不是我先的哦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乱。你知道大家就是说我就是说我要找祖祖的时候，要先提醒大家，因为祖祖声音太大，大家会吓到。不会，我今天声音很小，因为我今天那个来，然后我就没力气。辛苦。我今天有。我要问你，我说我今天好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没听到，他断断的。我今天有气质。哦，你今天有气质，你今天走气质路线，好乖。对，好乖。你说你，我说我要问你，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对你的第一，哇哇哇，好久好。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啊？那个吧，那个记者会吗？就是你们第一次上台的。可是记者会有记忆的是肉肉哎、欸，因为他给我吃巧克力，好烂。哎、欸，那还有什么时候啊？天饿到快昏倒，然后他就说你要吃巧克力吗？我就说要。好好笑，一杯巧克力都买。我想一下。我们第一次聊天是什么时候？想想看。对啊，我们第一次聊天是什么时候？啊，好久！三学生吗？拍三学生的是吗？不是，那不是。我们之前就有讲话，所以我正在收。但我就那我也忘记了。我最有印象真的就是三学生，是我们之前就已经聊过天了。可是我要思考是什么时候。对啊，什么时候啊？记忆快跑！我想一下哦，我进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就练习啊，还是你们跳樱花瓣的时候？可是那时候你应该没有看到我吧？是吧？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人很多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对，那个时候为什么啊？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干嘛？你们就是二期在跳樱花瓣，然后老师叫我们在前面。好像是哈、哦，我不记得了。好烂哦，原蜘蛛。那我讲深写真那一次好了，哦、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说我啊，我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因为你之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跟我讲话、哦，就是我们比较没有
聊天到，然后呢，我就对你这个人的印象就是比较安静，然后就是小，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妹妹，然后很可爱这样，然后就是前辈，然后但是就是不太常讲话，是不是很安静这样？可爱可爱，安静安静的这样。然后呢，就到了我们申写真第一次深入聊天的时候，就是一整天都待在一起呢，一直狂聊天的那一天呢，就发现我的认知有一点错误，我的认知相当的错误，就是呢，你就是一个耿直 girl， 你看吗？因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你叫我耿直 girl 这件事情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。啊，真的吗？大家都不知道吗？然后耿直 girl， 然后呢，然后我记得你是一个，然后好了，我其实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讲出来，我就在这边偷偷的讲一下好了。就是呢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有听到说，因为我不是都会叫平安前辈小可爱吗？然后呢，我就有听到你在旁边就说，哇，那我呢？可以，你就。小可爱了，宝贝，好好笑，100分，超级无敌可爱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我跟你讲，你中可爱，你中可爱，好不好？你是超级无敌中可爱，真的啦，就是真的蛮可爱。但是我觉得印象下来的话，你就是一个迷你可爱吗？迷你可爱会不会太小了？我为什么很失礼？不会啊，这样真的很可爱啊。就真的很可爱，这个行为就已经直接暴露了他的可爱行为了，而且是一个很耿直 girl， 不觉得吗？大家就是很直，然后很耿直。对，还好不会失礼，不会失礼，不会不会。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就是你想什么讲什么的的前辈，对不起，差点说孩子的。毕竟你年纪比我大，可以理解。没有，就是真的啦，就是很可爱这样。然后，但是可爱不是说那种，不是那种卡哇伊的可爱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能理解吗？就是耿直的可爱，就是怎么形容呢？就是，这种可爱不是那种，就是像晨晨前辈呢，就是真的就是卡哇伊的那种可爱，因为他时不时就这样，把头这样。榜上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很可爱，卡哇伊的可爱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瑞婷前辈呢就不是这样，他不是那种会这样这样，但他就是会讲出一些让你觉得天啊，怎么那么可爱的话，这样。好感动哦。比如说就是讲一讲，明明是很发自内心的话，但你会觉得天啊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可是我现在一时间脑袋想不起来你曾经讲过什么话，但是反正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，这样。100分，猪猪，我觉得这个100分，好欠打的表情哦，哪有啊，哪有欠打，哪有啊，猪猪粉丝怎么这么坏呀、啊？都很可爱的，可爱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了、欸，我想到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就是那时候不是是在，就是你们那时候第一次上台的时候，是在不是在后台、是在搭电梯的时候。那时候搭电梯的时候，然后有你，然后婷丽，好像是全部没有，全部都在，还是全部都在？是全部都在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先上楼了。对，你婷丽小慧，然后忘记小慧吗？小慧有吧？我记得有哎、欸，小慧没有吗？完蛋，记忆错乱。我有点忘记，但我记得林婷丽在。对，你跟你，然后还有晨晨，我记得晨晨是因为你那时候就说你要报。你要抱晨晨吗？还是怎样？因为你觉得晨晨很可爱，然后你要抱晨晨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说：“哦，热情的二级生这样。”第一天就失礼了一下了吗？没有啊，不会啊，不会、啊。可是那时候，就除了这个，还有就是因为你很高嘛，就是身材很好。哎，我插播一下哦。赌徒说：“平涵小可爱，瑞婷小可恶。”好，谁打？等一下，谁啊？完全不知道是谁。等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嘟嘟，谁站出来？我们还有搭电梯不让前辈，我们在最后，我们就是因为在最后，所以我们是最后上楼，啊、对不对？对，对。刚刚说我小可爱，我得去买10张握手券，就会觉得我是小可爱。
真的，你还要认识瑞婷前辈。我跟你讲，瑞婷前辈是那个耿直 girl， 真的超级耿直 girl。不觉得我这个形容的很好吗？瑞婷前辈的宝宝。哎，瑞婷前辈的宝宝们叫什么？我没有帮他们取名字，但他们就是一群叫做谢谢帮。谢谢帮，嗯，谢谢是就是谢谢大家那个谢谢，因为我哦谢谢，嗯，帮就是膝盖帮，跟小迪那种帮子一样的，就是一群粉丝的感觉。嗯哦、是那个耿直 girl 吗？哼啊，耿直 girl 啊，怎么为什么讲话强调这样超闹哎、欸？阿伯啊，阿伯说是那个耿直 girl 吗？啊，是阿伯人设吗？太酷了！不是，看清楚留言哦，小可恶是祖祖说的，祖祖没有，祖祖只有说耿直 girl， 好吧？我觉得很好哎、欸，就是这形容的很贴切，但一开始有点吓到，有点吓，对，被你的这个绰号吓到，你帮我学错，因为我。当然你都记得我第一次说，我说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发现你很耿直 girl 的时候，你还说耿直 girl 是什么？然后为什么？好好笑，你模仿的很像哎，好好笑。为什么是耿直 girl？ 然后就说嗯，耿直要怎么形容呢？耿直什么？说你有听过耿直 boy 吗？然后就说没有，什么是耿直？耿直 girl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就是你是有一点，就是觉得我太直接之类的，就是不好的那种。一开始哦，你是说这样子不好的意思是？啊、哦，不是，耿直 girl 是好的，耿直 girl。我诶，大家有听过耿直 boy 吗？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就形容一个人，就是，可是耿直 boy 的形容又是不太一样。耿直 boy 的时候，他是比形容男生有一点点木讷的那种感觉，哦、就是很，然后有点像李。没有哦，我不是说、啊、差一点点讲说话，我的意思说还好还好，就是、啊、嗯，对，就是比较耿直，对，木讷的，有点木，对对，就是他为嗯，就是直男又加一点木讷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好，我直接讲啊，就是有点那个时候他们的讲法就是有点理科男的意思，但我没有、哦、我没有说。好，你跟他很棒，就是很可爱这样。对啊，理科男这个还好吧？还好啦，没什么、啊，这个还好啦。嗯，理科男就是直男吧？对啊，不，好像不太一样，一点。直男，直男是那个看不出来口红颜色才叫直男。那可能我们在直男理解有出入。耿直 boy 的话呢，呆呆就是微呆，对呆。呆呆的，然后他们就是会很直接的讲出自己的话，然后你会觉得说哦这样的那种，这样，然后会觉得哦有点可爱，然后笨不是笨笨的，就是呆呆的，哦我没有说你笨笨的哦， okay. 呆呆的可爱可爱，你的话就是渣男了吧？对啊，我应该就是我如果是男生的话，我应该就是个渣男，好好笑哦，所以对。失礼的家伙没有，那有失礼没有了，好好笑，补不回。好，我要去找彩杰了。那哎，那如果我在那个生写真那天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？就是哦，我因为你这其实怎么讲？哎，我在想这不会讲，应该可以吧？就是因为你之前就有工作经验，不是吗？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是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你就是真的有工作经验，就是比较有点像大人，但是很会 social， 很会 social 是好事啊，不是不好的那种，就是好。那我跟你讲，会 social， 队长大就说你就是老油条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，我是老油条，然后我就说他是麻辣锅，很大完蛋了啦。老油条获得第二个认证了，怎么办？因为就真的，但也不是不好的那种，是就是好的老油条，听起来怪，但就是好的了。好的，像大人是指老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前辈的意思是说成熟好吗？什么老？乱讲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哦，反正不要挑拨离间。嗯，我懂。
祖祖的耿直 boy 是那种会直接对着祖祖说头很臭的那种吗？那个是直男吧？哦，对，这个是直男，直男就会说嗯，哦。大家不要这样子，闻到味道都没有闻到。哎呀，就臭！我刚才跟大家一直狂放，我这几天一直狂放第五张单曲的所有歌，很好听啊，多放一点，洗脑他们。对，哎，今天那个舞蹈版出来了耶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，但我还没看。我刚看了，我刚跟大家。我跟大家一起用听的，用听的是不是 ？OK， 搞得好混乱哦。哎，我们刚刚在讲说到那个圣诞老人村啊，对不起，我聊起来了，你赶快去找彩蝶前辈吧。好，我赶快去找彩蝶。哎，那你挂，我不会挂。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挂了吗？你要挂了吗？理科男错了，没有，那个理科男不是不好的意思，是就是木，有点木头，然后呆呆的那种，懂吗？就是干理科男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白衬衫，然后眼镜框，然后木头呆呆的这样，有懂吗？大家有懂吗？好，好，我要来找彩杰了。是，哎，嗨 ，Hello， 哎，你刚刚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有 echo 啊？什么 echo？ 我有 echo 吗？真的假的？有吧？没有吧？我现在听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，哦，不是，就是有点环绕的感觉，声音环绕，没有乱讲的。你没有放音乐啊？没有，而且如果我们现在一起放会打架吧？用你的。好、啊，那我放，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要问你。Okay.你问啊，耳膜爆炸，很大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很大声还是我很大声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没有很大声呢、欸。这么诚恳的乖宝宝做什么坏事？只好趁万圣节上公演了。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聊什么吗？蟑螂？什么啦？就是蟑螂跟。蜘蛛的故事，对，不然听大家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问你，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你刚刚有问哦，我真的没有哎、欸。第一印象是要追溯到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吗？感觉年纪很小，但我年纪很小。好废啊！你是30岁废的。他们说什么？布丁是说，布丁跟你说的很像，但他是说，你知道路跑吗？就是那时候有个路跑，他有路跑吗？他有啊，哎、欸，你有去吗？那我就啊，我没有去路跑啊，因为那时候我有去，然后他就说那时候在路跑看到我，然后觉得就怎么很明明同岁，然后看起来我比他更小，像小萝莉这样。对啊，你看起来就很小啊。那时候当然是这样，那时候的形象，你看这也感觉看起来蛮小的、啊。好吧，拜。你现在感觉没有跟我同岁啊？很小一岁这样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关渡，对我没有去关渡，我有去，哎、欸、哦，那你有去那个、啊、那个？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叫那个城市那个稻香城市，你是城市稻香那个海苔病角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欸、那时候我们有交流。算吗？你的好像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也不太确定。而且我觉得是吗？我们变熟还蛮莫名其妙的。对啊，怎么熟起来的？我也有点忘记了。我们两个是算是天使团里面，我跟他是最先熟的，我来说了。对。然后布丁跟 Annie， 嗯，怎么熟的、啊？莫名其妙啊！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忘记了。啊、所以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稻香哦。应该是吧，因为我没有，我有印象你的照片，甄选照。但我看到你真人的时候，应该是稻香吧，好像是海苔。
你不要再讲海苔冰冲，你那时候超短发。敢不敢？对，我那时候超短发的，我真的大腿。我要说，我那时候有一个怎么讲，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憧憬，就是憧憬别人可以帮我化妆。然后就哦，就是有那种大明星的感觉吗？我以前也是，就是别人要帮我化妆，专业的化妆师。而且我还没讲完，这也是我那时候不是稻香吗？然后你不是那个城市 girl，是城市 girl， 对、啊、对。然后因为我稻香就是他，因为我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妆，然后就帮我拍了一个底妆，然后就是短发，然后我就想说我没有化妆，我没有化到妆。然后就很难过，会很空虚啊。对，然后我就反而你有被画到那两个鬓角、啊。你不要再讲海苔鬓角，操！那是画的还是贴的？画的。啊，你卸妆是卸很久。哎，我忘记了耶。我那时候没有，我那时候也我那时候也很期待帮我化妆啊，他就帮我画眉毛。他那时候就先看我聊，他就说：“妹妹，你都不修眉毛。”我就说：“对，我也修过眉毛。”他说。他就说还那我帮你修一点点，他就帮我真的只修一点点，然后我眉毛就拔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你可以就是你帮我就是都就你怎么修都可以，然后就还是再帮我修一点杂毛，我的眉毛就还是看起来很不好看，好好，就是这跟我们第一次的期待都不太一样啦。可是我很羡慕你，因为那时候被画很多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好，我没有被画很多啊，有吗？我真的是拍完底妆就没了啊。因为你是 boy 啊，我才是 girl。是 boy 不用化妆，你有画眉毛吗？你有画眉毛吧？我记得你眉毛蛮深的。那可能是有，忘记我也不知道。我只印象我就是拍完底妆就都没了，然后我整个超难看。我那时候好可怜。那我只是口红很明显啊，但是帮我绑了两个麻花辫，然后整个缠上去，还戴那个包，那个是我第一次戴假发，超酷的。啊，超好笑，印象有够深刻。你的眉修要修很贵，把懒得弄，不是啊？那对啊，那没有很费时，就是眉毛其实，我觉得就是下面全部都刮掉就好。对啊，对，就是太扒的话，下面全部都刮掉。有人说是不是旅展都无法表演，四个人才会有交集？其实没有，我们一开始就有交集了，练习的时候吧，因为就是同年纪的都聚集在一起，就比较话题比较。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不认识，所以通常同年纪的人才会比较有话题，对对吧？那时候是就是大家还一团一团的在努力在扩展自己狭小的交友圈。但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跟谁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在几个后面。我那时候也没有。你那时候没有？你跟一家吗？还是那时候跟柏林？我记得林一家庭蛮早的。蛮早的，但是那时候也没有都一直跟他们一起的感觉，还是我那时候丧失记忆。那时候也很耳聋吗？我那时候也很耳聋哦，耳聋，因为我姐说你不要跟着我，你不要跟着我，我那时候很 lonely。你姐 lonely， 你跟着我，她每次回家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没朋友啊，然后我就一直就跟在她后面，她走去哪我就。也是这样移动过去啊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说：“你不要跟着我啦，你去交朋友啊。”我就说：“我又不知道要跟谁讲话，然后我就一直跟。”对啊，你家里怎么会坏啊？他很坏啊！我就那时候还没有拓展交友圈呐、啊。灵异家庭，但灵异家庭很早哎、欸，灵异家庭很早，那时候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哎、欸，那时候。但我那时候好像刚开始就很避俗啊，我记得。我整个人很就是超级安静，我就很胆小，很害羞。但我现在已经蜕变了，现在变成你抛弃他了。嗨，现在变成我，对，我现在变成我抛弃他。我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他现在自己努力啦。我现在会，我会给他一点援助啦。我不会像他一样说你不要一直跟着我，我会适时的给他帮忙。刚才我嫌弃例子，他超坏的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真的很迷惘，就是没朋友，然后在那边我就很害羞，我不会交朋友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很难过的、欸，就交不到朋友。那时候我们在最后一次要选的之前，不是有聚在后台吗？你有印象吗？嗯。然后我们围了一圈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分享我们小学还是国中的事情。
那圈有我吗？有，其实我不太知道是。我还我印那有我吗？有有没有？因为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就是唱歌乐器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莫名凑在一起，然后就我们就那一坨变得很熟。就法法，然后我姐我还有谁？一家好像一家。哦，一家有。唱歌乐器组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有聊过唱歌乐器组，有例子就够，谁要例子啊？谁要？拜托，真的不要。但给你们，我真的是一起生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啊，被偶像耽误的搞笑艺人，讲错话了。但林一家庭很早吧？很早，我记得超级早。而且我们那时候，我们林一家庭一开始就是真的是每天是我啦，我都会一直跟他们打电话之类的。哦，你们这么积极哦，很 close 欸，那时候来看一下，超扯。那时候，现在也是啊，那时候很 close， 不是，就是现在比较不爱这么积极。对啦，就跟天使团。对啦，那很熟了就不会每天都打。啊，一家子晴尾鱼，还有谁？我记得，对，那一天呢有，但是有我，然后。我来看一下瑞婷，哈哈，不要，好可怕，多瑞婷13是吗？好可怕哦！我那时候真的很丑哎，谁不丑？你告诉我啊，谁长得好看呢？我那时候真的很丑。以前我怎么会那么黏栗子呢？我没有黏栗子啊，那是因为他没有朋友了。对，我那时候没朋友，我现在有朋友，谁还要他啊？用完就丢。他也没有那么接受我啊。你那时候在哪？哦，你是跳舞的，是跳舞，是跳舞的。我来看一下。哦，那时候还有 Apple Pen 呢，还有这句，我快要肉肉了。那你甄选的时候跟谁好啊？我甄选的时候好像没有哎。你也是很 lonely 的人吗？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感受到自己很 lonely 耶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印象，我甄选的印象就只有我有去找柏林合照，就这样没了。你只找柏林合照？对，我找很多人合照耶。我好像找照耶。没有，是到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大家都拍一下，是到101的时候才有跟别人合照，是吗？好像是耶，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大家都在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101的时候还跟那个雨林吃方块酥，然后就是一起咬一个，然后咬断。方块酥是谁带的方块酥？王一家吧，我记得应该是王一家吧。好像是有人带欧米亚给，到底是多 lonely 要到处合照？哎、欸，有人帮我用一个，我现在有朋友就不用荔枝了。然后李涵涵，202110月21，没有，姐姐现在已经不在旁边，她不在房间。好好笑。我讲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哦，我记得之前好像不知道某个什么东西结束之后，然后我跟姐姐，然后诗雅跟诗远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搭捷运，我也忘记为什么会一起搭。嗯，然后我们就是尴尬提问，我们就说，那如果有人问，就是认错你们两个，你们会生气吗？就比如说，嗨，诗远，但其实是诗雅，他们就说，哦，不会啦，习惯了这样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点尬聊啦，这一路要剪精华。我那时候想到了，突然就是说到思雅跟思远，那时候拍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思雅跟思远有趣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在化妆，拍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个台并甲，动力火车，动力火车，对，很厉害。等一下我没讲完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在化那个很黑的妆嘛，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化妆，我是后进，后来才到的，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叫我，然后我不知道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。因为他们就在化妆嘛，两个人就很像，然后又黑黑的，然后我就完全没看到人张开。哦，那时候他们好像有录影吧，我记得他们有带镜头来看一下现在在干嘛，有吗？是不是有？有吧？忘了，忘记了，我也忘记了，太久了，都太久了。但你有参加到两个活动哎、欸？哦，不是有一个活动，上次对西雅教师，他超派的，但你是故意的啊。是故意讨骂的，谁问那么死亡的问题？因为那时候就不知道问什么，那时候就完全不熟啊。那刚开始我们就是 TP 刚开始，
PPE 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全部人都一起练舞，然后那时候就是，反而你不觉得人太多，然后很难你认识人吗？就是人很多就更难认识人。但是之后有一些小课程。对啊，就是比较缩小那圈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比较跟一些人变熟。以为那时候一个人只有一个活动，好像那时候有人没有活动哎、欸，就好像没有人被分配到活动。对，我一直有人问你怎么来公司。对，我们尴尬的聊天流程是什么？认识人的时候就说啊，你住哪？哦，好远哦，啊，怎么那么近？这样，他说啊，你等下怎么回去？你怎么来的？就莫名其妙，完全是你怎么会想来选？你们会想来甄选？你学校是哪里？住哪？国中读哪里？国小读哪里？就各种聊，就不知道要聊什么。跟大学一样。增加调查，对，就是这种单方面提问。他说：“那你呢？”那很尴尬哎、欸。开学第一天，迎新盖聊的起手是，这是基本话题啊。可是你就问那么深，我跟你到底怎么变熟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就是。有一天还是不知道哪一的时间点，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跟你很合，然后我们就变很好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啊。我真的我也记得有那个时候，对吧？我记得有那个 timing， 但是我忘记什么时候。好扯。是我跟柏林变熟之后吗？是吗？似乎没。我跟你先变熟吗？还是你跟柏林先变熟？好像找人理一下那个时间线哦，什么时候有这种事吗？很像一瞬间坠入爱河的 feel， 那不是我坠入爱河，那一定是瑞婷。你不要在那边，绝对是你，好不好？怎么会是我？没有，一开始是那天使团又是怎么组成的？对啊，没有天使团是一开始是那个 Annie 跟布丁。先跟另一个人，他们三个人是一个三角。他们很久以前甄选，不是甄选哦哦哦，可是他们那时候开始那叫天使。对对对，他们那时候不是天使，他们就是一个三角的关系。然后我跟我姐三角关系不是这样用的，他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。你们两个是怎么介入布朗尼？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说什么？好像我们要破坏布朗尼。他说你们两个是怎么介入布朗尼的？ Oh. 一开始是你们自称天使的时候吧？哦，没有自称天使，本来就是天使。注意你的讲话的那个，注意讲话的那个、哦、那个用词哦。我们本来就是天使，就天使都会聚集在一起，对。谢思好的幸运事业巧克力，哎，方醒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没有啦，我还是一样温柔啊。对啦，差不多是这样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我们变熟，大概一两年前，对，天使团都不天使的幸运天使，他也不天使，好好是天使吧？虽然没有那么年轻了，但是还是只天使吧，年轻。已经，我们已经，你知道，我们已经失去那个年龄的，是没错。那个优，刚怎么讲？优什么东西的？他不是那个吧？出生之犊不畏虎吗？老妹团，老妹开始有点那种感觉啊。但我已经变虾妹了。自己讲。对，我变虾妹了，老天使团，可能。之后就有新天使团诞生啊！先不要，先给天使前辈过目。我本来就瞎，我小时候蛮瞎的。我以前会拍这种照片。哎、欸，我有你以前的照片、欸，你有传给我？有那种就是那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讲电话。哎、欸，我跟李彩杰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电话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像是那时候我们才变熟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不要这边给我忘记哦！绝对是你先打给我的。对，因为我超少跟别人讲电话，因为我很少讲电话，我本来不太喜欢讲电话。我以前就是，我真的超级少讲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就是很少讲电话，都是我打给你。天哪，对，都是你打给我。但我就是没事的时候，我就会接起来，动不动手指爱心。你只会比手指爱心吗？我吗？我会，偶尔。我也会啊，你现在还会吗？我现在不会啊，偶尔，偏偶尔。我现在真的比不出来手指爱心了。这样子讲，这是什么虾妹 pose？ 现在有这么多爱心可以比，就不用比到手指爱心。而且以前还自己觉得比手指爱心好像很碎一样，很碎一样的，好笑。每次都会。蔡婷，好不容易记得，你不可以忘记，我没有忘记啊。友情的小船船，说翻就翻呐、啊，哪天不翻？哎、欸，欸、那群天使现在已经变成这样，怎么样？变漂亮啦、啊，就大家都变很漂亮。哎、欸，我变超多的、欸，以前我觉得我也变超多的，大家都变超多的、啊。没有，我之前有一阵子我去研究一下大家以前，就是大家以前的样子，我想看大家有没有变。你觉得变最少的是谁？你猜猜看。但我现在忘记有谁了。好烂哦！你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王一佳没什么变啊。他本来没什么变，他变蛮多的。你有看过他以前吗？除了帐篷刘海以外，其他还好吧？我变最少的，我想一下，思瑶。我记得是小迪耶、欸、哦、小迪好像除了妆上面有变以外整个人都没什么变，嗯，就像我们这种就是跳跃性改变，就是整个人不一样了，什么越老的越变越少，你们不行，这样思雅吧跟我们一样，因为思雅我觉得有变年轻的感觉，是越来越年轻，对，剩不到半年的时间可以说自己是萝莉了，十八岁也可以当萝莉 啊， 啊，我说可以。二十五岁也可以当萝莉啊，怎么样都可以当萝莉啊，只要过我一直都可以把双马尾啊。学姐变蛮多的，学姐是谁？但小迪是真的没什么变。嗯、小迪、果果，没有果果更瘦啦。对，还有谁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，那变很多的是。变很多，变超多。雨林我觉得变蛮多的。雨林感觉是妆上面吗？风格。可是好像大家都是妆上面，风格变蛮多的。还有谁？这也有变好，我记得美玲好像也变很多。美玲的甄选的照片跟她现在的样子，真的。你记得美玲的照片吗？美玲变很多，然后小弟也变不少吧。小迪真的没有什么变，我真的没有加什么滤镜。小迪是真的没什么。就可以当萝莉，有人写只要够了就可以当萝莉。然后瑞婷2021 1021，你们干嘛到处去翻人家那种名言呐、啊、？Mina 有变吗 ？Mina， 其实 Mina 有，我觉得 Mina 有 Mina 眼睛部分，对，类级其实变蛮多的。嗯，类级变蛮多的。看类级以前的照片，看现在照片，现在就是。变得也是很精致，就变得更王道偶像一点。以前还是那种很青涩的感觉，现在就是很精致，然后偶像的那种感觉。杰星有长高，杰星有长高吗？还是智能梯？超帅！还有谁长高很多吗？从虾妹变高，你长高多少？有五公分吧。这么多，怎么可能？两年嘞、欸，两年没有五公分吗？还是三公分？我根本就已经没长高了，因为我国中，我国一就已经160了，挺还没长高。我们不要再好，我们离开身高这个话题，会伤到人。有吗？有。那品涵也变很多，对，品涵也变很多。上次有跟品涵一起探讨，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文章上面看到，人家说品涵的眉毛可以修一下。但是没有啊，我觉得眉毛真的是蛮重要的、欸。可是我真的是到很久之后，我才会开始自己修眉毛、欸。哎，为啥、啊？就是我一开始也不会修眉毛、啊。其实我觉得眉毛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把杂毛修掉，就把下面全部都剃掉。不是杂毛，就是你要修一个型，把就是你把下面全部都剃掉，你就会画眉毛。
就是你要逼自己学会。记这种点干嘛？我印象很深刻啊。谢谢艾拉的连衣裙。晨晨比思雅高，晨晨长很高了吗？晨晨好像真的有变高，很恐怖哎、欸。真假的？我很久没看到晨晨的感觉。他现在多大了？他现在高一了吗？是吧？他怎么高一了？怎么可能？是啦。我怎么印象中他才小六？是吧？他那时候高三还是小六？怎么？小六吧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刚刚不过晨晨高三还是小六？你在讲什么？国三，国三还是小六？小六吧？哦，嗯，是吗？我记得他年纪超小的，啊、他竟然也。但也高一了，表示我也是高三的老妹了，怎么办？对啊、oh、，My God， 好扯。品涵除了多了双眼皮贴跟银眼画的一种其他，没有，我觉得品涵其实也有长开耶，就他其实也有长开。那我长差蛮多，我只觉得你也没什么变，化妆的有变，有吧？我觉得我化妆进步很多，好像眼睛有比较大，有长比较大。对，就三年啦，你老妹我也爱，我怎么样你们都必须爱。对啊，大概一年就不能自成 JK 了。对啊，我这是 JK 的最后一年了，好可怕哦！我以后就不是 JK 了吗？你可以当伪 JK 啊，我可以当 JK 萝莉。我会，好冷哦。我会，好，谢谢谢谢你们。哎、欸，我要高三就多了，谢谢。你要关播了，好好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也差不多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帮我，好好好，拜。你会挂吗？我不会挂。挂干嘛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刚看。哦，好好好，拜拜拜拜，拜拜大家，拜拜瑞婷的。好，终于结束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这次大家耳朵不好吗？不是，我突然变好大了，大家耳朵很受伤吗？我觉得还行吧，声音很烦躁哦。我觉得是这个联播的副作用。哎、欸，那声血灯下次再跟大家介绍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今天还是没有吃到饭，我下播再吃。那我先念榜喽，念榜念榜。我今天从第。我今天从第六名开始念，第六名是蔡马逊，谢谢蔡马逊。第五名是 Sega， 谢谢 Sega。第四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三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。第二名是哎、欸，没有音乐，难怪那么怪。虽然我要关播了，还是就这样算了。我手机也快没电，不行，还是要音乐些。好，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。然后也谢谢在后面让我没念到大家，谢谢。挺有趣的嘛，我也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之前觉得联播就都超级卡，还是因为跟王一家播所以超级卡。我觉得蛮好的耶，今天连播的感觉好。然后，哎，那个什么，哎，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就是声血真，好，明天最后一天，还是一家的错？对，应该是宿舍，不知道哎，再说。就是今天，明天是声血真，十月份的最后一天，大家记得多买一点，多指定我。我觉得这个月真的很好看了。然后还有握手会也麻烦大家，好不好？相信大家了，相信大家。怀怀不要那么气好不好？怀怀你也太气了吧！怀怀气气气，怀怀不要气，怀怀不要气，看我直播不要那么生气。大家不要生气，大家还要上一天班，想到还要上一天班，就先不要那么气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哎，面面开播了吗？哎，面面现在开播是不是？算了，因为我怕我现在跟他那个，他会不会？
我试试看，因为我刚他刚开，我也刚开，不是他刚开我要关哎、欸，他刚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哎、欸，应该不会吧？试试看，跟他说生日快乐下播，今天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应该不会。等一下，还有三秒。好，大家等一下，如果有要看面面的那个直播，可以帮我跟他说。如果你刚刚有要跟你联播，跟你说生日快乐，他自己错过的这样子。OK， 好啦，今天直播就这里啦，我们下礼拜见，公演见，公演见，公演见，下礼拜见。好，握手会大家记得赶快去登记，相信大家了。就等等到灯亮，然后我们来决定帽的颜色吧。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上班加油，上班加油，上课加油，上课加油，拜拜，我也加油，大家加油。